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今天是2月10日，也是农历甲辰龙年的正月初一。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北京东城区的雍和宫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7点钟，天蒙蒙刚亮，在我的身后已经排满了前来许愿祈福的游客。5点半就过来了，是和我的家人一起过来的。新年第一天的开始嘛，所以每个人心中都有美好的愿望，向着新的一年出发。早上起来特别困，今天6点半到的，是和爸爸妈妈还有我弟弟一起来的。我们全家人就想过来，在大年初一祈福许愿。今年第一年上班，就希望过来祈福，有这样的好兆头，然后也想在大年初一早点过来。这个是一个每年都会来的一个传统的活动，特别热闹，人特别多。多人多感觉就特别有年味儿。新年祈福啊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。考虑到今天人流量会特别大，我们雍和宫投入保障力量500多人，预计前天接待在6万人左右。我们设置了10条安检通道，14个检票口，安检验票可以达到每小时7000人的速度。今天雍和宫提前2个小时开门，延后1个小时闭馆，充分满足大家在新年第一天的祈福需求。就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，都是一种非常高兴的一个心情。我从0几年我们就每年都来的，想早一点为全家祈福，所以特意选择了雍和宫这个地方，经常会过来，然后想着大年初一嘛，讨个吉利。今年就是特别流行的那个龙行大大，这个斗篷全都是龙腾，希望我自己好运连连，心想事成。陪一下老人，然后带一下孩子，逛逛北京的庙会，体验一下我们北京的传统文化。我们是预定去广州去看一看，应该是初3去过去，体验一下其他地区的一些春节风俗，逛一逛没去过的庙会，然后该上班上班，该值班值班，该挣钱挣钱。我给我的小孩也准备了一身那个红色的马面裙。初2我们准备去新西兰，想把中国的传统服饰也穿到国外去，让大家都看看我们中国传统服饰的美。发财挣钱，财源滚滚，然后祝家里人都身体健康，大家都健康平安，然后明年股市大涨。希望新年能找一个合适的对象，然后工作也很顺利，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在一起，希望父母和我都财源滚滚来。